我终于替你们拿到时代少年团的桶啦。今天的阳光也太好了吧，准备给我备出门逛街。真的是要过年了，到处都充满着新年气氛。逛了一天太累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吃零食啦。哇，我在橱窗外面居然看到了时代少年团。来吧，今天晚上带你吃德克士。好吧，难得他这么大方。你们吃德克士一般都点什么呀？我又开始纠结了。我们俩吃这个吧，就他吧，弥补上次我没拿到的桶。看这面墙，上面全都是留言标签，这边还有人形立牌。还有时代少年团的盲盒，还有海报呢。一起来看看里面都是啥。芋泥金蜜烧、辣条红运薯、爆浆芝士堡、糖葫芦鸡肉串、爆多料奶茶、脆皮炸鸡，还有一个汉堡、一份薯条，还有一个汉堡、三杯可乐。这看起来也太丰富了吧！我们要开动吗？特别厉害，里面会爆浆。最绝的是它流出来这个酱汁是双色的，看这个酱汁，不想来一口吗？连半杯都是料，喝起来口感绝了，喜欢。这个超级的可爱，它就是一个小牛牛的形状，很细腻很软糯，里面还加了芋泥，这样真的很像糖葫芦哈。上面是一个小牛角，脆上脆上的，搭上这个冰糖葫芦酱。对，它居然是酸甜口的，这个吃起来巨嫩，搭配这个糖葫芦酱很好吃啊。辣条薯条跟薯球的组合你们见过吗？这薯球意外的好吃哎，我真的是那种贼爱吃炸鸡的。这个外皮很酥脆，还能爆汁，一定要悄悄的冲呀！